有人。要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有人。我没有带钱，买吧。我没带钱，走回家吧。你买，你买，你买。西瓜多少钱一斤？呀，来了，撒手！我让你撒手，是不是找死？兄弟，别冲动。行了，不用你管，放下。一个真正的美女一定是经得起那个浓眉方脸的特效的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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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小猫咪，小猫咪。我就录个我同桌，看看有多少个小红心。有人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是003客户吗？哎，是的。请系好安全带，我们要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师傅，我想换个目的地。去哪？去我心里吗 ？Holy shit！ 这么丑，我不走，我要投诉你。我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五星好评，不去了，不去我心里。这还差不多，你再见我报警了，我跟你说。你呀。我最讨厌那些人对我帅气产生非分之想的人了，我跟你说。你照相镜子面儿，我的妈呀，停得这么紧，前面又只有一点点，我怎么开出来嘛？我也是醉了。为什么不戴帽子？谁让你戴帽子的？明天我得找个新的理由欺负他，不然他不服气。给我打杯水来。他要是打冷水，我就说我要热水；他要是打热水，我就说我要冷水，正好欺负他。那你要冷水还是热水呢？为什么戴帽子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们。下面教大家一招防身术，别人打你如何正确防守。来，先来一遍慢动作，挡、卸，再来一遍快的。这孩子这条人就不一样，大夏天的你穿那么厚袜子，我还穿个大厚棉鞋，冬天露大脚脖子，穿的老少了。你说你等老了能不得病吗？你我这丑女子老来气了，你赶紧跟嘎嘎去吧，跟滚。有人。啦啦啦，小魔仙，呜呼啦呼，黑魔变身。
关掉美颜，关掉滤镜，关掉磨皮。我是谁？哎，怎么了？没有钱。你没有钱抢什么？感受一下这个气。说这句。喂，妈妈。喂，怎么了，儿子啊？妈妈，我在公园玩呢。哎，这么巧啊，妈妈也在公园，你在哪儿呢？妈妈，我先挂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好的，那儿子，我也挂了啊。妈妈，我爸爸呢？爸爸在这里啊。我爷爷呢？爷爷在这里啊。我儿子呢？儿子在跟我打电话。我有人。炸了一杯苹果雪梨汁，来，空调一开，来。我现在想问一下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来，门一关，来，谁也不许进来，来。王大林，你快见见我报的覆盖方式，到底是哪个时候？我打个电话再进来，因为我要噻，我马上打个电话进，可以吗？别来了，我都不知道。姐姐，你说怎么样才能减少生活中的烦恼呢？不要跟愚蠢的人起争执。我感觉你说的不对劲，因为吧，他这个事儿是怎么样？你说的对。哎呀！你这咋也要呀？我没钱没势，我拿什么养你？靠我这张脸吗？那也太简单了吧！呵呵。屌你班閪仔，叫你咪做啊滚做，食你一班就食，食你一班就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他妈转弯。浪漫。哎爸，哎好，知道了。咋了？我爸前两天借我1亿，让我先融资融资，这不先还他点儿。哦，走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去？我刚才直升机不知道停哪了，我找找去。因为我那海上游艇接你，不行不行，我自己找。有一天你嫁为人妻，请你不要忘记，娶你是我毕生的梦想，我的女王殿下。哥、啊、我刚给你买的手机壳。给我买的？嗯。哎，真好。哎，我手机正好该换壳了，直接装上吧。哥，你怎么把手机给扔了呀？你没事给我买什么手机壳？放手！住手！你要对他干嘛？滚！哦。以前呢是这样系的，这样拉过来就 OK。可是现在这样，以前把不过是从这一个角度换成这一个角度，这样
拉过来。OK。